原标题：川岛芳子年轻时经历了什么，让她终生都不愿再做女人。提起川岛芳子这个名字，相信中国人都不会陌生。作为日本侵华期间最大牌的女间谍，被日军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，像皇姑屯炸死张作霖，策划918事变，上海策划128事变等等事迹，都让其在江湖上名声在外。然而抛开这些军政大事不谈，现实生活中的川岛芳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把川岛芳子的人生经历分成两段来看的话，她的后半生，也就是在中国的间谍生涯，就是可恨。然而她的前半生，从出生到被塑造成间谍女魔头之前，却是可怜。何出此言呢？川岛芳子本名叫爱新觉罗显于，正宗的皇族血统，清朝格格，只可惜在她出生后不久，清朝就灭亡了，所谓的皇族身份也只是空头支票而已。为了寻条活路，其父肃亲王将6岁的显于过继给曾经担任清朝皇室顾问的日本人川岛亮素。不过这所谓的过继却是他悲惨命运的开始。在当初的过继信中，其父肃亲王这样写道：进城玩过女君，敬请怜爱，玩物必死，已然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。在养父家里，川岛芳子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熏陶，更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洗脑，言行举止完全看不出和当地人有什么不同。如果生活永远这般平淡无奇，那或许川岛芳子的一生也就这样了。然而不要忘了，她终究是寄人篱下的玩物。刚刚初露成少女的川岛芳子，在17岁那年就被养父川岛浪速强暴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扭曲了她的内心原本就低人一等的屈辱感，加上如今惨遭蹂躏的不幸，川岛芳子终于放弃了自我，化身复仇的工具。在1924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，川岛芳子如是写道：今天我永远清算了女性。这话读起来叫人不寒而栗，一个17岁的少女却如此决绝地放弃了女性的身份，甘心沦为无形的复仇工具。第二天，川岛芳子剪去了长发，留起了男士短发分头，这一留就是一生。从此川岛芳子开始彻底放飞自我，日夜流连于风月场所，性感奔放成了她的代名词。据说跟她有过交往的男性多达几十人，其中不乏像著名间谍田中隆基、满洲最高顾问都田训这样的重要人物。1927年为了实施对内蒙古的控制，川岛芳子屈身下嫁给土匪头子巴布扎布的儿子，以方便日本人在蒙古的活动。但是3年后，川岛芳子感觉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就毫不留情地离开了巴布扎布的儿子，转去东北继续从事间谍活动。1931年日军之所以敢大胆发动918事件，就是因为川岛芳子搜集了大量关于张学良的情报，吃定了张学良，日本人这才悍然发动了918事变。很快川岛芳子又奉命来到上海搜集情报，为了尽快挑起中日之间的事端，川岛芳子亲自出马，怂恿上海三友实业公司员工与日本人发生冲突，结果由此引发了驻上海日军与中国第19陆军的冲突，并爆发了128事变。可以说川岛芳子虽然只是一个女间谍，但她对日本侵华战争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一个日军大将，因此她也被日军总部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。这样的女魔头注定了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、间谍罪判处死刑，并于1948年3月25日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枪决，年仅42岁。当然因川岛芳子的经历太过传奇，
关于他的结局也有很多种传闻，认为当时被枪毙的女人并非川岛芳子本人，而是被临时找来的替死鬼，其全身早已金蝉脱壳了。甚至在他的吉林老家还出现了一个叫方老的神秘女人，跟川岛芳子非常相似，一直活到了1978年，直到2009年有人去日本采访川岛芳子的生前密友李香兰，说起方老的生活习惯，李香兰惊呼那就是川岛芳子。历史客栈作者水木，有趣味有思维有品味的三位历史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